大家好，我是邵浩庭，现在我是香港游泳队的其中一位泳手。作为一位经常参加不同类型比赛的运动员，我有责任令自己游得更好更快。为了有更好的表现，我都需要经常地去改善我的泳姿和我的体能。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要训练核心肌肉的强度。核心肌肉对于一个泳员来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，因为它可以令到我们的身体在水里保持一个平伏的姿势。而且一个好的身体位置和一个好的身体流线型可以帮我们减低水阻。我们需要透过去健身室来加强我们的核心肌肉训练。而穿上了这条303，我立即就感受到它包围着我大腿肌肉的感觉。而 Mizuno 的这条 Sonic Line， 它就可以帮我保持我的身体位置和支持我的后腿肌肉。好处就是它可以帮我改善我在水里面的流线型，从而减低我在水里面的阻力。Mizuno 投放了很多研究和科技在这条 Sonic 3上面，令到这条裤可以更加完美。因为这条 Sonic 3的出现，令我明白到除了我平时在健身房或者在水里面的训练之外，这条裤也都可以令我表现得更好。当我穿起这条 Sonic 3的时候，我有信心在比赛里面游得更快，表现得更好，和拎到更多的奖牌。Mizuno Science。